看精神科医生跟看心理諮商医师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诊断的方式。精神科医师可以给你药，可是每一颗药呢，它除了会帮助你解决目前的症状之外，每一颗药它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你可以去看哦，他给你一颗药，你会发现它的副作用里面有会让你忧郁，会让你轻生，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不是忧郁症吗？你们开给我会有副作用的，但不是，因为那个副作用是各种不同的副作用。所以精神科医生最大的作用是，当你吃了，你去看了那个精神科医生拿了药回去吃，吃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很 OK， 那就 OK。对，如果你觉得哪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头昏、嗜睡，或反而有点恶心，你要赶快去跟他讲，他要换药。其实他就是在调整药。对，然后调整。我听到很多人说吃了药之后会觉得头昏或有点变笨的感觉。我觉得不至于那么夸张啦。嗯，可是我觉得我吃药那时候记忆力变好差哦。它会降低你某些分泌腺，因为人其实就是刚刚那个高姐讲，自律神经嘛，自律神经失调，其实它阻断你不要胡思乱想嘛。就是说你会觉得顿，一种是觉得顿顿的，对，它就是不是让你的神经腺体像正常人一样的运作，因为你会。我在讲说为什么我讲忧郁症形成某一种经验是说，我去看焦虑症的时候，比如说肾上腺素好了，肾上腺素应该是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会害怕紧张，所以肾上腺素分泌大量，它让你心跳加速，让你产生更大的能力去对抗这个困难。可是平常时我没有事的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就开始高度的分泌，这个时候你就有病了。你这个时候高度分泌反而到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你就没力了，所以他们开那些药就是让我们去把这些分泌的腺体把它恢复调整成正常状态，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呢，如果你的生活状态没有改变的话，比如说我一直处在一种高压的状态里面，它就是让我的内分泌就是失调嘛。可是我靠着药把内分泌调成正常，但是你没有离开这环境，你一直吃药没用，你懂我意思吗？对，所以这是我认为如果你真的得了忧郁症，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只看医生，而是你要知道你的生活形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